反正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吧，永远追随你，嗯，效忠你，好吧？就站到你这边。嗯，好，我干了。哎，你少喝点，哎，别别别别。嗯，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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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过你俩讲怀孕这个事情啊，是得找个机会赶紧告诉爸爸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对他的伤害越大，知道吗？怪你。 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你说能这么早结婚吗？哎，我怕回。怪我，怪我！行了，回家认认我们处置。你跟你说，回家你就得给我跪下，你得给我发誓，你永远爱我，要不然多对不起我呀你。怪不怪怪，回家回家回，行了行了，咱先走吧。不走什么？我不走，你都在这儿呢。没有，有点。行行行，我们先撤了啊。那个，大哥，你先走吧。我，等会儿我。 性情中人，你喝多了，姐，我过了，姐，我给你照顾好姐。好，好了好了，我姐交给你了啊。那个姐，慢，不，妹妹慢走啊。哎，好，哥，走走走，谈恋爱不如跳舞，来来。走走走走，快。这小两口。 真是的，小志，今天你怎么解气怎么来，你随意惩罚我，你让我喝多少我喝多少，你随意，我干了。 雷达，你让我那么丢人。 喝点酒，这个惩罚太简单了吧？你说什么是什么？我雷家今天唯你命是从。真的？真的，你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怎么解气怎么来。我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你把你给祝尔文写的那个情书。 亲口再说一遍。当我遇上你，就不想放弃，百感交集，深埋在心底。 我下午去大学有讲座，早餐给你买好了啊，你起来热热再吃。哎呦，知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安康，走吧，再让我睡一会儿。这，假如在座的各位是一只岩鹰的话，会选择这样一根骨头吃吗？不会。 如果把它摔碎了呢？是的。这样是摔不碎的，是不可能摔碎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可鸟儿的技能是什么呢？飞翔。对，是飞翔。岩鹰可以飞到2000米以上的高空。 选择最合适的地方，把这根骨头摔下，岩鹰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
把这根不能吃的骨头吃了下去，这就是鸟儿的天性，这就是鸟儿的魅力。许教授，哎，刚才讲课辛苦了，喝点水。谢谢校长。 许教授，哎，你刚才讲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。学这么喜欢就好。要是准备的时间再长一点就更好了。这次时间有点仓促，讲的不太好，对不起啊。许教授就不要谦虚了，我有个提议。我代表我们学校想聘请你为学校课外辅导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学生的热情那么高。 可别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，你就别推迟了。没想到我这个退居二线的还能发挥余热。好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。许教授，这是我们学校的聘书，以后你就是我们永久的辅导员了。 听说老姜家的儿媳妇流产了，可不是嘛？他儿媳妇睡觉睡得半夜，觉得没胎动了，就赶紧起床去医院了。去医院一检查一看，孩子已经没了。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死胎了。哎呦呦，太可惜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对呀，你说我前两天见他家的那个闺女啊，还好好的，这怎么一下就……要我看呐，都是自己作的。 你说儿媳妇都已经怀孕了，还让她出去参加同学的聚会啊、喝酒什么的呢？这哪行啊？这说的是啊，怀孕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重视？对呀，我怕意外，就怕万一呀。不过这孩子流产啊，也怪他们家没。